Hello，大家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上古卷轴 Online。今天要教的副本是 DLC 大幅。首先，我们来讲这个副本。这个副本的大致上打法要注意的就是反应要快，真的要反应要快，要不然的话，吃到王的招式，很快的就会有很大的伤害，要甚至于秒杀。那小怪的部分其实，好像普普通通。The Lord knows how to bring your suffering. 接下来我们来讲翼王的打法。这只王呢蛮容易的，也不难，一样就是说他会记得打断，然后要注意的是这只王他放圈的时候要躲啊，我刚刚说都反应要快，然后他会招四个史莱姆要转火啊，输出要赶快转火去打掉，可以打掉三个就打掉三个啦啊，因为他会吃史莱姆补血。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只王的打法。这只王跟第一只王差不多，只是他的招式比较多，会丢很多电的技能在地板上的圈圈小小的，但是会占你的场面很多，要注意。然后他自己的范围也会勾玩家过去，然后并且放一个大范围的持续电的伤害，这要躲快一点。哦，这边要躲快一点的话，很快就有人倒地了。那王会对指定一名玩家对一个牵线的电，那如果你被牵线的话，当下不要跑，直接格挡哦，因为那个就可以打抵掉一些伤害。如果你选择跑，可能就会被电死。然后周围他会有小怪，输出一样就是有机会就赶快转火把他们打一打，要不然那小怪越来越多会很烦。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次网的打法啊，跟前面一样差不多哦。岩浆不要去踩，知道吧？哦，这很明显。然后这只网最重要的是要断它的招哦，它有一个招，有一招是会全体喷火哦啊，那个其实可以隔挡，但是要断招哦，不管怎样一定要死命的去给它断掉，要不然的话就等着隔挡被烧死。然后他会瞬移，然后瞬移的时候，他会招出旁边两个小怪，哦，有机会就把他们打掉。然后他会丢一个大范围的那个火，哦，那个不要贪输出，哦，立马跑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四只网，这个其实不是网，它是一个就是要用机关的，里面都是小怪啊，它会招很多一波一波的小怪给你打，这个就很轻松啦，比较没什么难度，只是坦克比较累，因为小怪多，你仇恨都要赶快建立，要不然打到输出跟奶妈的话，会制造场面的混乱。然后打死他们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球还是什么东西可以去碰把它吃掉，然后 NPC 要注意听 NPC 他会说他会放什么东西油还是什么东西，哦，就要一名玩家自愿赶快去，哦，就像我就是奶妈，我自愿去踩，啊，踩的时候我有用跑那个跑法给你们看，哦，你们就大概知道怎么去利用中间的电，哦，去电出周围的这些柱子。
接下来我们来讲伪王的部分，蛮容易的。不要在王的面前，坦克要拉好，因为你如果在王的面前，王会对坦克放一个扇形目标啊，那个东西你只要一中了，你就会有一个电圈出现啊，那个好像只要碰到队友，队友就挂了。所以说，不要尽量输出奶妈，不要站在王的面前哦，因为这个伪王啊，打到后面会很乱。然后 NPC 会忽然跳出来说：“哎，赶快来得取我的能量，怎样的人，叭叭之类的，赶快就一名玩家，最好是输出啦哈，去碰，好去使用，使用之后呢，他有招石柱的话，就赶快去打石柱，因为这个能量的伤害给你很大很大的 DPS， 你要只要把那个柱子打爆，就会变成有一个元素石出来帮忙打哦，就友军。”然后如果没有柱子的话，你就拿来打一些难缠的小怪啊，或者直接拿来丢网都可以，因为都可以制造一个很大的 DPS。然后记得场面的招式要闪，然后它有一个像电击棒会转圈的哦，它变成火棒啊，记得就是爬好位置。所以说这个后面就是蛮乱的，但是后面那个能量会一直出现那个 NPC， 所以说要反应也要快。Responsible for all this suffering.